謝你哋，好啦，好耐冇見啤你，啊多謝大家，啊多謝新城咁多年嚟嘅，咦？哦 ，hello， 多謝大家嘅支持啦，新城嘅支持啦，同埋我要多謝 Eric Kwok， 多謝林若玲，咁其實呢首歌咧，我十年前唱唔到嘅，因為仲未真係碰過釘，咁啊，所以其實我就想講就係同啲年輕人講啦。即係低潮呢啲嘢咧係會過嘅，所以慢慢去享受佢。但係開心嘅時間亦都唔會係永遠，所以千祈唔好驕傲。所以希望今晚我可以用心唱好呢首歌，多謝。將個台交俾側田，有啲老喎感覺而家。小学时，还是侥幸时，还是骄傲时，从未欣赏老师翻半时，弹劾者少不免亦已，成长方会在意。来过心里方了解到何谓生死，挨过杯葛方了解到需要知己，尝过勾结丑恶的世界，了解到何谓卑鄙，很多人都知，几多年方知这心存滋味，伤害时还被唱卖时，还被孤立时，才认真的三思，那样做人成熟时，这一套拒绝，曾经听过类似，来过心里方了解到何谓生死，挨过杯葛方了解到需要知己，尝过勾结丑恶的世界，了解到何谓。
有痛，仲有多個。好啦，講下新進感受。可以有啲口窒窒。不過頭先我同阿見到 Ivana 同阿 Janice， 我都好感觸，因為我哋十幾年前第一次翻咗嚟都係一齊。唔好感觸住啦，感動住先啦。我哋希望我哋十年後、廿年後變曬老太爺、老太婆，我哋都出席喺呢度頒下獎咁。我哋頒下獎咁樣好啊？都係嘅。講咩啊？我哋你講啲多謝嘅事。唔緊要啊，十年之後我哋都會繼續請你哋。我哋真情點解頒獎禮嘅？係多謝。我哋繼續考慮。不過係有好多謝咧。其實唱作人呢個獎我都想攞咗好多年嘅，所以今次好似唔記得咗第一次。但係好多謝，同埋今年你哋個獎借過以前好多，我覺得多謝細好貴嘅獎，可以買多啲，多啲位，少啲位。OK， 其實呢個獎唔係我嘅，係側田嘅，兩個都係。我唔好意思喎，萬一有啲咩肉咁點算好啊，側田。OK， 喂，我哋翻嚟先。因為今年啲獎濃縮咗嗰個 size， 所以可以擺多啲。係。因為屋企冇位啊。太多獎。唔係，一係細屋企。OK， 咁要換大啲喎。咁但係咧，真係兩個獎項啦，分別就係即係唱作人啦，以及咧就係不經不覺呢一個嘅即係勁爆嘅歌曲啦。感覺如何咧？好開心啦，因為好耐冇喺香港攞個獎咯，咁樣今年都算係即係做翻多啲嘢咁樣。咁啊，錦上添花啦！今年第一次頒獎禮，咁樣啊，係咯，嚟緊今年再繼續努力啦，繼續努力。期待咧，2018有啲乜嘢嘅目標想做噶？哦，2018啊，2018我都係去走浮啦，即係帶我啱香港嗰個 show 去走浮，跟住做下籌備下新碟啦，好多嘢想搞嘅其實，不過。冇係講啦，講做實際啲嘅係嘛？好，咁啊喺呢度恭喜曬側田啦，18年繼續努力，多謝曬。好